秀啊，秀花苍啊，那天金川直逃边，不依归来心愿一前，天道亮，今日为破相破庙啊，穷穷家都光天，为了四儿明在年，不应该去摩托山安年，他们比我生十寸，他们比我变龙颜，弟弟虽是个中青年，只有正义在心间，不要呀滚顶不嫌累伤多钱，不怕劈开路肩，身上血迹遍遍，红也红，他们用耳边我抢双更云水寒，丢不下我的儿，一路心烦，怎念念只能比霜打雪催淋巴烦，为儿卑躬屈膝，为儿泼墨滴饮，为儿醉
两片烟素衣尽风霜，三千切刀冷流浪，四面藏风写信凉，五丈寸断两丝凉，落清白秋情隐藏，七口声音把心放，别放颠沛别故乡，九秋回肠啊秀儿，爹爹我已经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该跟踪德金花，也不该将死生追亡，更不该临场前一位去抓捕王玉花。嘿，与陶家父子相比，我有罪呀，我有罪呀。爹，你不要太自救了，爹，这不能全怪你，是锦衣卫施下圈套蒙蔽了你。现在好了，我们父女团聚了，等二公子找回方小姐的宝信，
我们和大公子二公子会聚在一起，早晚全部报谢。秀儿，你说的对，弟弟我从此远离锦衣卫，跟着陶家公子娘一同寻回宝仙。弟弟，秀儿，大嫂，这块牌子先不要扔了，被锦衣卫发现了会有麻烦的。请问陶大人有何公办？通报你们严大人，本宫有要务在身，请他即刻前来。陶大人，请稍候。瞎了眼的混账，连扬州知府陶大人也敢阻拦？陶大人，下国国事重大，王大人海涵。严大人客气，你我同为五品官员，何以下官相称？真是折煞本官了。哎，陶大人此言差矣，你与贾父乃是同辈之人，后生怎能与叔辈造次？陶大人，请，请。请，陶大人，请坐。免。陶大人带着众衙役来访，定有重要公务，请陶大人赐教。严大人，陶母今天多有得罪，让我大明行律，本知府特来跪诉，缉捕一名杀人凶犯。杀人凶犯？你想缉拿何人？贵属校尉龙有才。哎呀，陶老前辈，这就让我为难了。锦衣卫乃皇上真理，陶大人欺人越权落心女无力当，臣之罪愧。证据在哪里？究竟犯了罪？就是天一声他的刀下跪，小尉太明明白白断是非。嗯，严大人，那是龙有海杀死周思廷，纯属锦衣卫皇室密事，本官无权干预。但是本官定当启奏朝廷，查询验证。这，陶大人，请由我禀报锦衣卫总指挥使。不用了。千户大人，不要为难陶大人。陶大人这么轰轰烈烈地来请我，我不去岂不是不给陶大人面子？至于我的金字牌为什么会落到周思天那里，下官定会给陶大人一个交代。陶大人，请。严大人，告辞。不送。哼，
方先生，方小姐，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。文斌无奈之举，还望方先生、方小姐海涵。文斌，只想陪你了。陶公子不必多礼，真想不到啊，公子原来是陶大人之后。陶大人一身正气，刚正不阿，为政清廉，严明如织，扬州丞相有口皆碑呀。既然陶大人以献计为重，保险理当奉献。莲儿，快去把你那把仙子取出来交与陶公子。五爸，你不知道是把宝仙啊，再说我方家世世代代不厌非物之财，何以不拿？父亲，你把女儿看成什么人了？仙子可以奉献，可陶公子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女儿是公开对联作序，四乡八村人人皆知，陶公子要是就这么拿着仙子走了，那我成什么了？多谢方小姐一片真情，文斌我实在是有要事缠身，而且时间紧迫，婚嫁之事啊，用我巡回所有保险之后再做交代。为什么要等巡回所有保险之后？不就一句话的事？你是嫌弃我无才？哦不，方小姐才华横溢。你嫌弃我长得丑？不不，方小姐花容月貌，可谓倾国倾城。那你嫌弃我家境贫寒？哦不不不，方家一代名望，方先生乃一代大儒。那还不简单，你说一句话，对联作序，你承认了这门亲事，我就立马拿仙子给你。这叫叫听说都有有娘娘们娘动画，没那天仙人家人人夸，我心愿意嘛把想想把想看下娘，这项学生灭酒啊灭酒啊。这不是独一站到的年动画吗？站住站住，你们是谁？我不认识你们。你们二位小姐乃是赌鱼镇上的年度花，今天就陪阿姨喝两杯吧。别跑别跑，住手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光天化日调戏民女，你们该当何罪？有你是什么人？你宋先生，去别两位去。哼，这事我滚定了。爷是什么人在这里放肆啊？哼，你是谁？哦哼，说出来怕合适你。是阎王还是小鬼？有点子报出大号，本人就是为人江淮的龙游将。无名鼠辈，从未耳闻，充其量一个横行相济的地痞。好，就说你孤陋寡闻，不认识本阿姨，那我的大哥你也该有所耳闻吧。胡须人也，怨听其详。哼，那你就壮壮胆子吧。
那我告诉你，今日为扬州千户所校尉龙有海。你就是龙有海的弟弟，巧了，顺便给你捎个信，带点东西到扬州知府探监去吧。你说什么？我大哥进了知府的大院。此话你就变变孩子吧，堂堂锦衣卫直属朝廷，他怎么会进知府大院？滚开滚开，别误了老子的好事。二位姑娘，你们回去吧。谢谢恩公。啊，不是你，是你。快走！公子，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公子，公子，醒醒，醒醒！公子，公子，醒醒，醒醒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这就是你要的下联头保险吧？对，正是这把宝剑。哎，弦子就在你面前，就等你一句话。方小姐，用那弦子缓缓吟，他问病心中大烦无为。方小姐，难得你一片真情，我陶文炳何德何能，值得你如此上心？我死女在身，能碰上你这样温柔贤淑的姑娘，是我陶文炳的造化。我决定应了这门亲事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再说一遍。真的。公子，你不会骗我？婚姻大事，妻人儿媳。刀伤并无大碍，这是头部受了重创，估计要昏睡两天。我来开药方，你们赶快抓药。哎，你们赶快抓药。一份抓回来熬汤清洗伤口，还有一份直接喝下去。多谢先生。玉华，我去抓药。先生，请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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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你看，嗯。
方先生请留步，晚辈告辞了。陶公子一路走好，老朽静候佳音。嗯，公子。方小姐，哦，不，穗年，你回吧。等我找回全部宝线，再来方家中。保重。你也保重。回去吧。
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只要秀儿一辈子平平安安的，我任凭陶大人反了。阿公子，这就是锦衣卫给我的金字牌。大嫂，这块金字牌你还要继续刮下去。阿公子，你的意思是十八仙子归一处才是高宝，十八仙子插半把架子群舞，要得银河五八仙，除非有雷音千落千后数。阿公子，你是要我在锦衣卫里找绿营？弟弟，这样太危险了。陶家人总是为个偏当我小老儿，点名为钱算什么？公子无缘负重任，再落户口，只是两把欧巴心子。洗的洗的，不洗不得。我们把到手的保险洗出去，你亲手交给严虎，取得他对你的信任。后面的事情，我们再找大说。多谢二公子信任。三八仙子好不把玉匣子封，那好家龙有害，关键是杀手马鞭打，要祖父尊此为公犯罪差，金忙寻父并老夫举着鬼玉花，玉花呀，玉花呀，你怎么了？你没有受害。弟弟，轻点。玉花呀，我一听说个两条腿当中四条腿跑，笨干了回来呀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我一点事也没有。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弟弟我就放心了。嗯。弟弟，你就知道关心你女儿，你又不问问救你女儿的人怎么样？知道她是哪里的吗？不知道。她救了我和金花，自己也了一刀，头也别再换了，死无个死成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。那我去看看她，我去看看她。哎，啊，是他。弟弟，你认识他？不，弟弟看走眼了，看走眼了。不要你的钱，要你的鞋子。鞋子？过来！不，没得鞋子！哎呀，可不，没得鞋子，我没得鞋子的。你不要为难人，没得鞋子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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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
陶知府的公子难道也是为报信而来？那天随身破阴平，六子大惊脱了身，交给锦衣卫的也是家，两把真心眼中穿，云香丹多风不定，穷山心灭世一战，马虎同志丹心为灭世，英雄富豪没人心。嗯，别动！请问大人，那个叫曹德福的来了，叫他进来。是，进去。千户大人，千户大人，你找死，谁让你看的？千户大人，我是想看看你这些仙子和我带回来的仙子是不是一样的。什么什么？你带回来仙子？千户大人，小弟为了这把仙子差点送了命。果然是夏连头保险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曹德福起来，现在有落巴了。这下父亲要开心了，曹德福。你小子还行，讲讲这罗巴仙子是怎么来的？让曹德福做内应。父亲，孩儿这样做对吗？冰儿，你这样做父亲很高兴啊。媳妇儿临死前曾冰儿，你长大了，是父亲教诲死了，孩儿定当竭尽全力帮父亲讨回全部宝线。父亲相信你们弟兄俩。对了，冰儿，曹德福为到宝线前了胡穴。冰儿，你可要把秀儿姑娘演治好啊。父亲，孩儿已经腌制好了，明天早晨开始他还是在菜市场卖菜。是你安排秀儿姑娘和他父亲接头，这太危险了，街上到处都是锦衣卫的耳目。弟弟放心，
竟以为你只有龙游海一个人见过西王。